竹筒笋，今天我们来视频一下这个竹筒笋到底老不老。很多人说竹筒笋太老了不能买，我们今天来试一下这个大的，我感觉应该会老，试一下吧。这个皮少肉多，哎呦，就这一点点皮哈，像这些全部都是大肉，试一下。太硬了，感觉会老了。还可以，甜脆有嚼劲，但是不是说咬不动，这个吃起来特别有感觉。喜欢吃嫩的话，建议还是买手剥笋吃。这个有点累呀。